醒了。原谅我，一直没有跟你相认。我不想给你带来危险，所以只能远远地望着你，永远地去保护你。这世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之间，而是谢峰站在他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的妹妹谢晓妮面前，随多少愿望我却不敢相认。只愿此生不负所爱。姐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叫无影，你在找我，但我又变成了你吵。你现在找到我了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，你不会无依无靠了。有起来吗？我扶你来。谢峰是你的大哥，现在无意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你的姐姐。